B 站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建清老师，欢迎大家来到犯罪心理学课堂，让我们共同探索犯罪人的内心世界。我们经常听人说，某某人天生丽质，冰雪聪明，某某人是心地善良的好人，但是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天生就险恶邪恶的坏人呢？这就是我们第一期的话题，天生犯罪人。如果有人说某某人出生时仿佛嘴里含着子弹，天生的眼光中带着几分阴冷的豪横和戾气，将来对他人必定是凶险，甚至是天生的变态狂，这你会相信吗？我们先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天生变态狂的真实故事。美国当代小有成就的生物学家叫 James Fallon， 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神经科学的学科带头人。2005年他被华尔街日报评选为最有成就的神经科学家。他具体干了什么呢？35年来他利用新的生物技术来研究神经功能异常和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比如阿尔茨海默症、精神分裂症的神经机制，后来又研究了暴力犯罪、杀人犯的神经机理，发表了很多学术界认可的专业论文，他的理论得到了普遍的认可。2005年，为了获得更多的正常对照组的数据，也是出于好奇，他检测了自己的家人的脑电图，包括妻子、儿女啊、兄弟和自己六个人的。检查结果出来，让他大吃一惊。你猜怎么着？杰姆斯·法伦自己的脑电图和杀人犯的脑电图如出一辙。经过多次的检测之后，结果都一样。他就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了？难道是自己的理论有问题吗？他就问问同事，就说实话，你们觉得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吗？看他问得如此真诚，一个同事回答道，说实在的，我们一直都觉得你有点像疯子，不懂人情，我行我素，做事很出格的。他听后很震惊，当然又有些迟疑，他赶紧回家问他妈妈，就从小到大您觉得我有哪里不对劲吗？他妈妈回答道，有很多地方，虽然你在学业上一直非常优秀，但是从小学到高中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你玩的，因为你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只关心你自己，对别人是冷若冰霜的。看着他惊愕的表情，他妈妈给了他一本传记体的小说，说答案就在其中。这是一本记载了一个心血淋漓的案件，一个叫利奇波顿的女人非常阴险而残忍地杀害了她的亲生父亲和养母，而且这个家族在400多年的历史中演化出两个分支，一直有较多的血案，发现有较多的杀人犯，比如说杀害自己双亲的，兄弟之间反目成仇、相互残杀的事件，几乎在这个家族的每一代人当中都有上演。另外一支呢，发现有更多的抛弃妻儿的流氓恶棍。杰姆斯·法伦问：“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妈妈说道，这就是你的家族，血腥的康奈尔家族。那个女杀人犯实际上就是你的前辈的表姐。你的祖父中就有伙同手下的将士一起杀害犹太人的，还有强奸修道院修女的。当然，康奈尔大学，美国常春藤联盟的康奈尔大学也是你的前辈，叫埃茨拉·康奈尔和一个学者怀特共同创立的。这是一个血腥的家族，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家族。他听了这个故事还是有点疑惑，他问道，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成为犯罪者、杀人犯或者流氓恶棍啊？他妈妈笑着回答道，
可能是因为我们全家都宽容你、支持你吧，激发了你对科学的兴趣，你的攻击性的能量都用到了科学研究上吧。他将信将疑的，他赶紧做了一个基因测试，发现自己确实是有一项基因缺陷，他存在着攻击性很强的战斗基因，这也就从别人的理论中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变态狂，与杀人犯的脑机理高度的相似。研究了70多个杀人狂的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变态狂，从对照组直接就变成了实验组。这好像是个冷笑话，但这就是客观的事实。后来他还参加了许多电视专题节目，现身说法地宣传他自己的学术观点，还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犯罪心理》第5季中本色地出演了天生变态狂的角色。节目是发了关于暴力犯罪的神经学观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人是进化而来的，神经系统控制着我们的心理和行为。神经系统分为大脑皮层和皮层下的2个大中枢，皮层下的边缘系统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演化出来的功能中心，就是我们说的本能的行为，它和其他高级动物的功能很相似。而大脑皮层呢，是人类智慧的中心，其中的前额叶是10万年左右才进化出来的高级功能区，比如说人的前额叶占大脑皮层的33%，而一般的灵长类动物只占17%，更低级的哺乳动物呢只占7%。由此可见啊，大脑皮层的前额叶是在智慧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那么天生变态狂是什么状态呢？我们概括来说有2强2弱。就第一，这些人的动物本能很强烈，其中表达着边缘系统的一种动物性的功能，比如说他们有强烈的贪婪、性冲动、嫉妒和仇恨。但是在边缘系统当中有一个部位叫杏仁核，它的功能很弱，就活性很低。杏仁核是干什么的呢？是人的恐惧中心，人在出生几个月之后这个功能就被激活了，但是要到80岁左右它的功能还很强大。如果杏仁核的功能有缺陷，就会导致他们的恐惧感很弱，甚至是没有恐惧体验，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些人的大脑额叶是比较发达的，前额叶呢是人的智慧的中心，你包括分析啊、谋划啦、决策判断啦，就表现出这种人很聪明。但是也在这个前额叶的一个部位叫眶额叶，就大约是人前额叶的下部，这是人的道德情感中心。这种功能呢，是人区别于其他高等动物的一个标志，体现为人有慈悲之心、灵敏之心。如果额眶部存在活性低的话，这个个体的慈悲灵敏之心就很弱。就是说，这种人有强烈的本能冲动，有高智慧能力的支持，但是没有道德感的约束，也没有基本的恐惧感和灵敏之心，这种的人是不是很危险啊？也就是说，这种被称为天生变态狂的人啊，似乎出生的时候就带有邪恶的力量。打个比方说，就仿佛出生的时候嘴里含着子弹，他的冲动性、攻击性很强，而同情心很差。遇到某种阻碍的时候，他就倾向于立刻去清除，而且这种人智慧还比较好。杰姆斯·法伦在他妈妈的提醒下，对天生变态狂他最初提出的理论进行了一些修正，就是说天生变态狂啊，有2强2弱的犯罪动力要素，对吧？同时他增加了一个保护因子，就好像一个理论的补丁一样，这就是亲密关系的爱、积极的情感能够抑制住这种邪恶的力量，力量还在，但是不会让这种强烈的贪念表达为犯罪行为。西方有个说法，就是10%左右的这些坏蛋干了50%以上的坏事。
但这种力量并不一定会导致犯罪行为，这种强烈的攻击性有可能转换为一种强烈的进取心，在他自己所从事的领域里面，当然多数都是挑战性很大的领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追求刺激，可以不择手段的去达到目标，去完成任务。所以当你听到天生犯罪人的观点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啊？是的，这就是进化论的观点。由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1859年的时候提出的，实际上准确的说应该叫演化论，就是人类是由低等动物演化而来的，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异性选择，美者生存，这是物种生存和进化的基本法则。换而言，就是生命演化来的竞争生存本能和择偶倾向会深刻而稳定地影响着我们现代人的行为模式。那么假如说啊，生命在传递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些特定的错误，比如说 DNA 复制过程当中的转录错误，会不会埋下邪恶的种子而导致犯罪了？其实啊，天生犯罪人的理论的鼻祖啊，是意大利犯罪学家叫伦布罗梭，这是一个犹太人，是意大利19世纪精神病学家、犯罪人类学家。他在担任军医、精神病院院长和监狱里的医生的期间，观察测量了大概3000多名精神病人、杀人犯，并解剖了一些杀人犯，发现他们要么长得歪瓜裂枣、尖嘴猴腮的，或者是满脸横肉，像正屠夫那吓人的样子。他发现这些人具有我们平常人没有的一些生理心理特点，比如说这些人肤色比较深，前额比较扁平，眉骨隆起，眼窝深陷，视力很好，但是痛觉不敏感。这些人很迷信，懒惰成性，没有基本的羞耻感。最后啊，他在解剖了当时意大利臭名昭著的一个土匪头子叫维莱拉的头颅之后，他就惊呼道，他们为什么会犯罪，就仿佛是蓝蓝天空下的火焰那么明显啊，就他们是变种的人，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原始人，犯罪是原始反祖现象，也就是说他们是天生的犯罪人。他最初帮犯罪人啊分为四大类，第一叫天生犯罪人、激情犯罪人、精神病犯罪人和机会犯罪人。他最初提出的天生犯罪人认为所占的比例有 66%， 很高啊，就大概三分之二左右。后来受到批判之后，他就修正为 33%， 同样还是很高的比例。第三点呢，认为犯罪也具有遗传性，如果两个犯罪家族相结合的话，就会大大增加犯罪成员的犯罪性，会传递下去，会叠加。比如啊，后来美国的一个学者对卡利卡克家族和纠克家族这些所谓的犯罪家族的研究，都基本上证实了犯罪性在家族当中存在遗传的这么一个观点。这个学说一经提出啊，受到了普通大众和学者的猛烈的批评和反对，认为这是宿命论啊，这是承认人种有优劣的反动学说。顺便说一下哈，他虽然是个犹太人，但他的学说后来被纳粹所利用，成为了发动战争的优生学的基础。这同时啊，也激起了生物学家、精神病理专家对犯罪现象的研究，比如说双生子研究，其中一双生子的一个犯罪了，另外一个会不会啊？还有体型研究啊、血型啊、激素啊、染色体异常，比如说染色体异常，我们常说的超雄，和犯罪行为之间有多密切的关系。但是啊，因为受到当时研究技术和证据的限制，这些学说都像昙花一现，没有被学术界和司法界所接受。这是当时啊100多年之前提出的观点。1978年，荷兰的一位妇女找到乃梅亨大学的一名医生叫布伦纳，来咨询他家族当中的健康问题。因为他的家族中有很多男性都有暴力倾向，一个个豪横无比。
好打架，都很凶狠。他很担心他10岁的儿子会不会重蹈覆辙。这个医生接受了他的请求，经过15年的研究，对这个家族4代14个男性的调查发现，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家族暴力行为是来源于 X 染色体携带的暴力基因倾向传递给了儿子，这好像也是传男不传女的这个路径。这个缺陷的基因就是一种突变形式的单胺氧化酶基因，它本来参与许多神经介质的代谢，但是如果这种基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这些调节作用的失灵。常见的表现比如说有酗酒啊、吸毒啊、很愤怒啊，以及其他危险行为。也就是说，他们的暴力是遗传的结果，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行为。这项成果在1993年发表于顶级的杂志《科学》上。这个成果一发表，就引起了犯罪遗传学的重新兴起，如黑夜当中的一道道闪电。比如1995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个华人学者叫陈景宏，做了一项老鼠的实验，他再次带来了关于这种基因的令人兴奋的成果。在实验中，他通过植入一段人工合成的 DNA 序列，可以排除和遏制住这种体内的单胺氧化酶基因，也就是说人工制造出一种低单胺氧化酶的生理现象。他每次进入实验室的时候，都会发现有被咬死的老鼠，正是那些缺乏单胺氧化酶的老鼠致命的攻击所造成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和荷兰布鲁纳医生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一样的了？后来有科学家也以人类的表亲猴子作为实验对象，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还有一项，比如说2002年美国杜克大学有两个科学家也研究这种基因，也带来了一些相关的突破性的成果。他们以1000多名3到21岁的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进行跟踪研究，发现低单胺氧化酶对攻击行为的出现确实很重要，是反社会行为的重要的成因，但是这一消极的生理因素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下才会发挥作用。如果是低单胺氧化酶的这种个体，同时又在童年时期遭受了严重的虐待，尤其是性虐待，那么他们在青春期之后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也有人说，研究者说说中国人的低单胺氧化酶的比例也比较高，但是中国人的谋杀案发生率只有10万分之3，美国是多少了？美国是10万分之9，是中国的3倍。由此可见，特定的文化环境是暴力犯罪的重要的影响因素。2006年还有一项很有说服力的研究，研究人员以新西兰毛利人作为研究对象。现代的毛利人是残酷的部落战争的幸存者，一个个骁勇善战，行为很狂跑。经过检测，毛利人的低单胺氧化酶的发生率是白人的2倍。由此啊，研究人员很兴奋性的得出结论，是毛利人的狂暴行为都是进化的结果。据此啊，学术界提出了战斗基因的这么一个假说，新闻媒体啊就渲染性的把它称之为犯罪基因。在神经科学面前，我们仿佛看到了天生犯罪人的影子。伦布罗说是进行的人体测量，这方法得到的是相关关系的判断，对吧？两者有关系。但是现代的神经学的证据呢，是通过实验研究得到了因果关系的确认。前面这种叫相关研究，这种叫实验的因果关系研究。证据集中在两大块，对吧？一个是犯罪基因、战斗基因的存在，第二个是杏仁核和大脑前额叶皮层这个眶额叶的功能缺陷，他们没有恐惧感啦，或者没有同情心，这两大方面。实际上伦布罗说所观察测量的是冲动的热血的犯罪人，而现代神经科学同时也研究一种很精明的冷血犯罪人，这是犯罪人的两大类别。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天生变态狂很有可能是真实的存在，他们的犯罪欲望很强烈，他们的犯罪风险性很高，他们可能是成为贪婪的掠夺的犯罪人，也可能成为冲动的情绪的犯罪人。这些潜在的犯罪人未必成为现实的犯罪人，一个比喻是他们带着子弹出生，并且已经上膛了，但是这种邪恶的子弹只有在消极成长的环境中才会被激发出去，而积极的情感可以抑制住修复它的破坏性。既然这样，那么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来识别预防这些潜在的天生犯罪人呢？这些人有三大特征，第一，自恋，自以为是，自我夸大，以自己为中心，他认为你的存在对他就是威胁，他们的信念就是他人就是地狱。第二，他们兴奋着一个信条，叫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被称为叫马基雅维利主义。这什么个什么名字了？马基雅维利是个人名，是中世纪时期意大利的一个政治权术家。现在马基雅维利主义啊，就成为了叫政治权术的一个代名词。这有点类似于我国文化当中所说的厚黑学，就脸皮厚而无形，心黑而无色，就到了这种程度。第三点最为关键，他们具有冷酷无情的人格特质，内心冷若冰霜，做事没有基本的道德感，没有底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铁石心肠的人，但是外表的虚伪性很好，你看不出来的。所以自恋、不择手段、冷酷无情，这就是天生犯罪人的黑暗三人格特征。由此我们可见啊，大脑是复杂而致命的机器。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了？我们要远离这种危险人物，对吧？在生活和工作中，尤其不要试图和他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即使他有高的智商，有高的情商，外表俊俏，一定要立即果断地离开他，以后也不要试图去联系了。有人说为什么？因为他很危险。我们有个比喻说，如果疯狗咬你了，你会去咬它吗？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就即使你咬了它，你也是致命的受害者。第二点，如果他已经是你亲密关系的人怎么办？我们说有一点，就是以积极的情感去感化他的心灵，做到无条件的接纳、宽容和关爱，同时应该发挥他潜在的特长，引导他走到正道上去。上帝对他关闭了一扇门，就会为他打开另外一扇窗，要去发现他的潜力和特长，便激发他去走到社会接纳赞许的活动当中去。正所谓以友情来化无情，积极的情感被认为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如果天生变态狂、天生的犯罪人是生命演化过程当中存留的一副毒药，爱就是唯一的解药。我们在探讨天生犯罪人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审视我们的内心啊？今天的课就到这，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收获、疑问和精彩的观点写在留言区，我们共同来交流和探讨。比如天生变态狂为什么没有在进化当中被淘汰掉啊？他们有什么竞争的优势呢？谢谢大家。